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。今天萨达小教室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休古恩神庙的位置及攻略法，地点在坐标减0881-0418-0049，名为产风之物的神庙。这里有三个关卡，一个宝箱。进入神庙之后呢，会先看到一个风扇机。跟一块木板，将两者利用救急手组合之后呢，打击风扇机到对岸。只是右边有一个石板上有宝箱，先将其中一个风扇机装在宝箱的反方向，启动之后呢，下方利用通天术上去开，之后在中间的升降台下面放上两个风扇机，启动之后呢，也就可以上去，也就顺利通关啦。好的，以上就是神庙的解敌方法之一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超有创意的解法？萨达最赞的呢，就是有一万解法。如果你有更酷的解法，恳求大家在留言区分享给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如果觉得我们频道的影片不错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或是加入肉铺会员，成为肉员来支持肉肉。如果觉得废话太多，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们哟。